好，听我命令，准备佯攻。是。 中隊長の小島です。小隊長の藤野です。小隊長の藤野です。八郎が補助を奇襲救援を。救援お願いします。わかった。八郎を牽制しろ。我らもすぐに行く。 小鬼子还真听话，兵发凤山了。 三连，停止佯攻，转移枪支。是。 弹药库破坏，后边去！不，后边去！打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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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冲锋！冲啊！ 大哥，小心点儿！行啊，小耗子！哼！啊！快点，到这边看看，大家动作快，走！看看有没有，这里还有一个活的，还是个当官的。 活着呢，反正也活不成了，补一枪算了。别开枪，团长，人家现在是咱的俘虏，他要活不了啊，是他命短。你现在开一枪，那是违反政策，去把卫生员叫来。是，团长。卫生员，大哥，啊，我给俘虏照一张照片吧。开吧。哎，尽快撤离啊！小伙子。 小鬼子，不打扮小鬼子，小猴子，大哥，你要敢说，你要不说，他就成了别人的女人了。我知道。 我这么想，金庄炸药库鬼子重兵把守，不好打。凤山鬼子驻军较少，凤山和金庄之间王家坪是必经之路，三面环山，易于设伏。咱们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之计，佯攻凤山，让金庄炸药库的鬼子出来增援。金庄鬼子一旦出来，突袭金庄炸药库，就把他给端了。把前来增援的鬼子全歼在王家坪，你看怎么样？ 又端炸药库，又要鬼子命。嗯，是个好主意。